4月23日，钟欣桐出席电影《樱花女生》路演活动，她身穿白色流苏裙搭配厚底鞋，在线娇饰穿搭毫无美感。近日有传她五月将会在美国完婚，阿娇也亲口否认了，她说还没决定在那里注册，但婚宴一定会在香港办的。她更透露五月将会搞一个私人的单身派对，问到她妈妈有没有跟男友谈礼金的问题，她说男友只要负责她的人生就可以了，不需要什么礼金。前段时间阿娇在微博晒出生日礼物，一枚极其耀眼的钻戒，并对粉丝公布被男友求婚成功。日前二人的婚期也敲定下来了，定在5月25日在美国举行。先前阿娇声称还没有计划婚礼，不过近日好姐妹阿萨间接替她公布婚期，也透露了婚礼上的一些新紧张，澄清将不会有伴娘。日前阿萨在接受访问时证实，阿娇确实将在5月25日与美国洛杉矶举行婚礼，不过因为是第一次没经验，又有很多事情必须兼顾，时间紧迫，阿娇其实超慌，连机票都订错时间，只能多向闺蜜们求救。